你也很难开到它。如果拿上格温的话，感觉会把整体节奏再往后拖一些。啊，两边的阵容都已经选定。对于 NIP 来说，这边都是要靠的这个中野节奏，一边是狐狸，然后一边是妖姬。上路的话应该是发育，格温可能要再拿两件套或者三件套之后，在团战上才会比较好的一个效果。还剩最后一个远程兵，想去捡一下，把自己的位移今天给交掉了，可能比较明显了，直接脚疾跑，看一下 Invincible 这个 Q3 有没有办法把对方给瞪回来。小斗这一波打得比较耐心， Q3 躲掉，看一下一个 Q 技能是打到了 Breeze 身上，那 Breeze 看起来是走不掉了，一血会是由小斗拿到，那个石头人应该没什么机会。小鲁一台想要挂了一个点燃，想要去硬耗一下小明的血量，但是旁边的嘎啦这波的 E 技能，看一下 Forty 这个倒钩很漂亮。哎，这波如果真的要拉下来的话，想要硬打一套，龙先把两个人给弹开，但是小威的血量已经不太好了。在下路这个位置又再交换一下技能，还是要看等等的那一分钟的水龙团。哎，两边同时交了一个疾跑，感觉 NIP 还是得这波把这个小龙争下来啊。是啊，而且要看他们下路位置。哎，先插了一个针眼，直接锁头落接一个 RW。对，但是被小威的这个大招给打断了。Angel 在这边还有露露的一个保护。小威成功拿到对方 Shadow 一个人头之后，还想再要更多，最后人头是给到了明身上。这个线权是由狐狸先行推送的，但因为上一波路落败之后，这一波想来抓一下 Angel 说闪现的有机会走到吗？吃了一个魅惑，往旁边找了一个位移技能，好像也没有后续的伤害可以跟上了。狐狸的大招这时候才转好，对，上路的位置 Q3 大招带回来，带的位置很漂亮，这波有机会吗？在等待规避一下对方呼吸的一个大招，但前面的那个大招，这边狐狸是偷摸过来的，是的，但又吃了一个 Q 三，一用掉的情况下，感觉要死了，好像要死了。交了一个治疗，拉了一段 Q 技能，一也是空了，有机会走掉吗？应该是没有机会，但问题就是能拖到多少时间？最后人头是给到了 Dream， 但是要看一下，狐狸有点距离，现在小的不敢去吃掉，要白大功了。应该要被打光，十滴血，十滴血，蠢剑每秒掉前锋。是的，天霸横空猎翁想要先锁一下 Angel， 而且顺势是把这个下路前锋也拿到了。旁边的小威这一波闪现，还好是旁边有露露再给一个大招，把对方给。啊，蠢剑没有手没有稳住啊！哇，下路这波你一闪拉两个，再接着一个台。是的，但伤害够吗？这波 Gala 大招还在持续的续，逼到 Forty 这个漫天飞羽，但最终一个闪现的普攻平 A 承受一下塔的伤害。两边人头各换一个，但是 B 这波的 W 技能还不错。来看一下下半部的一个战场，天霸横空猎轰，旁边的 Dream 这波的 E 技能是准确的抓到位的小威的这个位置。上路这样耗的话，有可能被 A 一个爆破，杜城就要掉了。但现在有点忌惮格温的大招，不敢直接靠过去 A 爆破。直接大招先把对方给带走，这波想要去硬打，感觉有机会啊。Bridge 连忙穿墙，但是对方也会过墙，但是一个 Q3 感觉两边都还在极限的拉扯，又是一个真得拖个两到三件套了，直接被锁，但是后排的伤害能跟到吗？锁完控制已经被打掉了，但没有任何的伤害啊。是的，装看一下这边 NIP 有没有办法利用中路的这个兵线在上半区找到一点优势。一个 Q 技能是打到了旁边猴子身上，但伤害够吗？两段的大闹天宫都把对方给击飞，只要视野一空其实挺难挤过去的，但问题就会变得像现在一样，就是你中路的这个兵线其实不太好推过去。哎，怎么开又想开，估计在第一时间找出进化之后，还是被对方落再加上 Shadow 位的控制给击飞了。这把 Shadow 好像有点猛，主要发育很好啊，主要他前面的神话装他是选择锁，不过先来看一下这一波天霸横空猎轰，又是想锁，想要配合到旁边卓的一个进场。哇，小威这一波是吃不住对方伤害的，杀到被迫脚腕闪现规避掉对方后续的留人控制。黑切在现在的属性给的太好了，三十的技能极速。哎，虾总是完全不慌的，见人就要开，直接走过来一个 Q 技能，加配合上旁边的洛，洛的控制在第一时间又是被大闹天宫给控制住了，但成功的击飞到对方的一个猴子。哇，猴子又倒下来了。后续来看一下，这一波是粘到了 Gala 身上，有机会走吗？ Gala 还得想办法来做拉扯，明跟 Gala 的位置有点分开。
那现在伤害打在奎阳提身上稍微有点刮了呀，不过 NIP 现在是中野没有大招，感觉想动掉大楼是开不了环的。是的，但是对于 RNG 来说，这一波缺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必须得防守这一条大楼。对，主要是打野死了，对面是抢不了大楼的。是的，在旁边链子链住了，但是被对方奎桑提的这个技能给规避掉，后续链子也链住。来看一下大龙血量3000多滴血，没有大龙的情，没有打野的情况下，这一波绝亮跟对方来开团，估计这时候先硬捡把沙都给捡死了，现在龙坑里面像个战神一样拉了一波双杀，旁边洛这时候抬到了嘎啦，要动下大龙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在两三千血的时候往里面挤，然后把这个龙给抓掉，对，后续再看，但还是因为就是有点受于这个格温的压力了，而且嘎啦还有明两个人为了一个赏金直接在龙坑外面就把 NIP 的三个人给逼退了，对后排来说威胁很大。中路位置练住练到了洛，还有再加上小明给的一个击飞，顺势把洛给击杀掉，洛连大招都没有办法交出来。对，这边 NIP 是没有辅助去做视野了，看一下现在好像只能靠沙豆冲过去抢了一下吗？ NIP 的人群一开始离得比较远，对，而且打大龙的速度有点快，这一波想要去进场了，一个永霜再配合上旁边奎桑提的一波控制，但奎桑提后胜好像没有任何的伤害，再给 Q3 但伤害很一般，最后在临死之前开了一个大招，但 NIP 倒下了一个人，没有办法阻止 RNG 吗？2000多滴血，这时候沙豆捏了一个 Q 技能，但是打在了呼吸身上，而且呼吸这时候很凶，硬要捡，就是你在前期过来抓我是吧？把位移交出来，结果的小维还有 Angel 其实是被对方给看到了，除了这个台子空了，不过旁边的沙漏这边没人横空，两方有机会抓到，应该要被秒了，哇，被秒了！就算露露给了一个大招，给了一个治疗，保不住嘎啦的性命。是的，这波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波啊，是一个龙魂，但是呼吸是把线带到了高地下面。啊，只能看威能不能把这个龙抢一下了。是的 ，Invincible 想要先去抓一下猴子的位置，但猴子在这时候如果想要下龙坑的话，还是有机会。啊，最后不太敢走过来，明这边也被奎桑体给带走了。而且威是去打断一下下路，来看一下这一波的小豆是被对方给禁锢住。威这一波想要去开一下吗？第一段的一个大招配合上旁边的第二段，先把 Forty 给敲了起来。想要配合旁边的 Angel 打点输出，但就必须想办法把伤害全部灌在嘎啦身上。哇，这波直接来到了嘎啦脸上，嘎啦有点害怕，直接缴一个 E 技能，在第一时间没有办法给正面伤害。但是旁边的傻豆这波利用大招之后给的风龙一速，这波应该是有想法的，这一波想要去锁一下。刚刚上一波是利用惩戒逼掉了 Angel 的这个女妖，在一起抱团做事，抓一下格温吧，这个位置这样。哦，有一个来做视野的，但小威有一个 W 技能，有机会开吗？直接被 NIP 的 Forty 给秒掉了。格温的大反而重要一些啊！天霸横空裂轰，想去锁一下呼吸，呼吸这时候有机会走掉吗？开启一个 W， 想规避一下对方的一个技能。NIP 这几波的机会其实都还抓得不错。这波又再度 QQ 到了对面，小威是直接被秒掉了，而且这边的 Gala 就算有一个干货有机会来做拉扯吗？双刀已经找了出来，旁边的一个 Q2 在等待最关键的 Q3 有没有办法把 Gala 给敲回来，旁边的小明已经被灭货到了，再接上弱了一台，感觉要一波了呀，中路还是有限的，包括是一个大炮车兵，是的，而且本身又有大龙 buff 的一个加持，是有点想法想断一下兵线的，是的，两段踩有机会把兵线给秒掉吗？但第二波的兵线已经赶过来了，最快复活人员是上路的呼吸，但还有10秒就会复活。哎呦，又是瞎斗，再在一个一技能，直接把 Angel 给击杀掉了。中路的水晶已经告破，剩3秒，这时候呼吸才从家里面走出来，但是两座门牙塔感觉都要爆掉了。旁边呼吸再给一个大招，做最后的挣扎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好像可以恭喜 NIP。在今天面对 RNG 的第一场比赛，以38分28秒的时间拿下了首场比赛的胜利。